天平无德，难以管制洪荒众生。无结教教主通天，免众生之疾苦，在此重立天庭，重练封神榜，敕封全新天庭神官。一言惊洪荒，昊天更是慌得不行。这通天竟敢坏我天庭根基！几位师兄，通天如此行径，简直如强盗无疑。若是让他重立天庭，吾等今后还如何在洪荒生存？既然如此，那今日便让他付出沉痛的代价吧。敕封截教大弟子多宝为中天紫薇大帝，统领北斗诸星。随着通天的一道道斥令，一道道浩瀚天威降。庶子，还不速速停手！为何要停手？尔当真是不知错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为兄便替天行道，当着洪荒众生将尔镇杀。有胆大可一试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师兄，我们手握重宝，何必和他多废话？只见昊天手握紫金锤，嚣张万分。原来这混沌灵宝便是你的依仗吧？要战便战，何必如此多废话？今日这天庭重立定了，道祖来了都阻止不了。本教主说的。狂妄，那便战。通天，吾等有老师赠送的混沌灵宝，今日你必死。难怪今天你们有胆子敢闯我截教。昊天，吾等拖住通天，你直入截教，杀个片甲不留。昊天瞅准时机，趁机降临在了金鳌岛。阿弥陀佛，中天紫薇大帝，多宝佛主，请昊天施主悲息。福道之力、轮回之力、神位之力，尽皆加持在多宝身上。昊天施主，请你归西。多宝兄弟，看在往日的情面上，放我离去如何？放你离去？凭什么？就凭这些事坐骑，二一款特斯拉 Model 3，换我一条命，绰绰有余。如此拉风的坐骑，你哪来的？这可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，本地只花了99000。原来是辆二手的坐骑，就凭这也想买你昊天的命吗？你错了，他们每台车都经过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。现在瓜子搜车好省，还能99000买特斯拉。尔等竟然让昊天那货入我截教，你们也太高看这个蠢货了。是时候解决咱们之间的矛盾了，吾之剑当破天。这第二剑你们还挡得住吗？